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秋君。今天咱们聊一聊天安门升旗这件事儿。凡是到过天安门旅游的朋友，一定不会错过早上升国旗庄严的时刻。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前，之前一般有36名国旗护卫队战士，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，从金水桥走到国旗杆下，这个距离一共要走138步。当战士们来到旗杆下，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刻，护旗战士要用2分07秒升起国旗，这个时间卡得特别准。国旗几乎是和太阳同时升起，一年365天，天安门上都是如期风雨无阻，准时和太阳一起升起。不知大家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没有？国旗并没有升到最顶端。据资料记载，国旗旗杆是采用首钢无缝钢杆制成，一共有3节，旗杆总高是32.6米。每天升国旗并没有升到最顶端，而是升到28.3米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28.3米有代表意义，意思是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7月成立以来，一直到1949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一共经历了28年零3个月。新中国成立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，鲜红的国旗就是烈士鲜血染就。升国旗意味着烈士与我们同在，而是28.3米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革命先烈，而是28.3米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美好生活。这个数字有其特殊的意义，希望大家能够牢牢记住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改日我们再见，拜拜。